这么多年，你还留着这张唱片？这是你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我当然得留着了。从来都没听你提过，我还以为……还以为把它给丢了。怎么今天突然把它拿出来？我看到你那张唱片坏了，还带在身上，我就把它拿来了。 自从你在法国把这张唱片送给我，我一直带在身边。今天我把它物归原主，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它，就像你这些年保护它一样。 看起来华中行已经知道你父亲他们出事了，他安排了这么多保镖，应该知道凶手会来，希望我没有来错。这里是日下区，进去的人不宜过多，咱们两个进去。你们留在这里，见机行事。好。 华先生在忙，外人一律不见。我没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华先生，请你转告他，就说胡清远的女儿要见他。那你们稍等。啊，你是胡兄的女儿吧？啊，这位是？这位是我的朋友高先生。 哎呀，真没想到是那儿，你还能找到我。话说，您是不是已经知道我爹的事情了？啊，我都听说了。不仅如此，老莫、老王的事儿，我也都知道了。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我们怀疑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您。哎，其实啊。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了。您的手上，是不是也有一幅思想图？看来，你父亲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讲了吧？他们三个人手上的图，真的让别人给拿走了吗？坦白说吧，我父亲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思想图的事情，也是我偶然得知的。华叔。 这四象图到底有什么意义？他和华商铁矿又有什么联系呢？这胡爷就一个字也没有跟你透露过。嗯，他还真是信守诺言呐。哎，其实啊，这件事已经是藏了很多年的秘密了。当初我们曾一块发过誓。 无论在任何时候，是绝对不会公开这个秘密的。实话说，可是现在已经死了两个人了，我爹也被抓，至今生死未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完全处于被动。华先生，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选择了。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所以才会安排这么多的保镖。 为了你的安全，你更应该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只有知道凶手为什么而来，才会借着这个线索找到他，先发制人。好吧，那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去取四象图，顺便呢，我跟你们说说过去的那些事儿。
啊，侄女儿，麻烦你帮我拿着手电筒。二位请。出事！我们先看看情况。海燕，你先别激动，他们人太多了，我们现在过去，一发就会有危险的。去宪兵队。秦老师，如果没听错的话，我们被带着兜了好几个圈子。嗯，他们为了打乱我们的判断，带着我们兜了三个圈子，三次经过了带水的坑，还有受劫的邮政局，现在应该还在华府附近。我也在估算着时间，根据车子的起伏，我们经过了12个路口，车速大概在20码左右。在最后一次兜圈子以后，我们向右转开了6分钟，然后又向左转开了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在华公馆向东北方向开了不到6公里左右，我们还在日本的管辖区内。如果我没有推断错的话，这里应该是日本宪兵队，军犬声脚步声是宪兵队的标志。告诉我，胡清远的四象图到底在哪里？你到底是谁？这个不重要。这当然重要。我爹在哪儿？大家都是聪明人，我也不会跟你们拐弯抹角。你爹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安全的，除了我，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只要你告诉我四象图你放在了哪里，我就会让你们父女团圆。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招了。如果你是个聪明人，你就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弄清楚敌人是谁才是最重要的。你说对吧，加藤昭平？没想到
你们真的是厉害的对手，竟然猜出了我是谁，既然如此，我也没有必要在你们面前故作神秘了。我最后问你一次，四相同。 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的。你一定会说的。时间紧迫，看来我们必须去宪兵队一探究竟了。宪兵队防守森严，我们这样去太冒险了。管不了那么多了，一帆还有可能在里面，我必须去。韩烨。 我们稳妥一点比较好，在附近先好好观察一下。是啊，韩大哥，你先别着急，还是听他的吧。你放开他！有什么本事跟我来！ 别着急，马上就轮到你了。我的老师曾经教过我，他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人，没有问不出来的秘密，就说明还没有找到最正确的对话方式。 莫教授和王宪林，是你杀的？ 准确的说，不是我杀的，是他们的身体自己选择了死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人身体的疼痛被分为12个等级，我好像对你们太仁慈了，怎么会给你们12次机会？不如，我们试试第10级的疼痛吧，省得你们浪费太多的时间了。 感觉怎么样？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承受多少级的疼痛？第10针，感觉如何？你不是鬼？ 不管用尽什么方法，只要最后的结局是胜利，那就是真的。如果用侵略别的国家来换取自己国家的未来，这种忠诚简直是卑鄙！ 而且愚蠢！家童，王八蛋！这个女人算什么本事？要动你冲我来！一凡，不要告诉他！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数到三，如果你再不说，我就让他体验一下人头落地的痛感。1、2、3，你告诉我，告诉你。
我们把这些东西在我爹书房。很好，谢谢你的配合。你们几个去那边搜，你跟我来。二。怎么会在这儿？我们想找机会营救你们的，没想到你们自己跑出来了。多亏了秦老师。现在可以确定，接走胡爷的神秘人就是加藤，而且听他的意思，胡爷也不在宪兵队，所以我们只要耐心地跟踪加藤，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出胡爷的下落。一凡，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顺利救出你爹的。我骗了加藤，又逃了出来，他肯定暴跳如雷，说不定会对我爹用刑的。我和娜塔莎继续留在这里监视加藤。金荣，你带着秦老师和一凡赶紧回去休整，等我们的消息。好，我也留下来吧，我真的很担心我爹。你和秦老师刚刚逃出宪兵队，赶紧回去休息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一凡，就听他们的吧。盛局长为何突然约我喝咖啡呀？啊，哎呀，没什么事儿啊，早该约您出来坐坐了，就是想跟您认识认识。你我都很忙，您啊就实话实说吧。况且这种场合，严某也不是很喜欢，不愿久留。严秘书，都说您跟您夫人那可是模范夫妻，听说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认识的，就这么多年了啊，还跟初恋似的。据说今天你们俩结婚纪念日，您还特意买了一个7克拉的鸽子蛋钻戒，真是浪漫，简直一派胡言。柯市长开了一天的会，我整天陪在他左右，况且以我严某的财力，也买不起你说的鸽子蛋。严秘书，这戒指啊，您买了，而且呢已经送到您府上，由您夫人签收了。哦，盛局长，您想的可真周到。哎呀，周到管什么用呢？周到他不能当饭吃啊。这年头没有跟日本人搭上线，那才算把饭碗端稳了。盛局长，这警察局长可已经是块肥肉了，看来您这胃口可不小啊。哪儿啊，我那个位置那是如履薄冰。哼，严秘书，我可没别的什么想法啊，我就琢磨着，都知道您是柯市长身边的红人，您岳父又是日本陆军省公路局的高官，我是想说，如果日本人用得着咱的地方，您想着我们点儿，给我们点表现的机会。行行行行行，盛局长，严某还有要事在身，就不久留了。
也没说。啊，我明白您忙啊，我就不亲自送您了。知道您喜欢德国车，左转第一辆，德国造。加藤怎么会来医院？难不成吴伯伯被他藏在这里？这倒是符合他的风格，这个人总是出其不意，行事诡谲。你看医院外面并无异常，谁也想不到他会把人藏在这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一探究竟。这样你在这里等我，注意隐蔽，我赶上去看看。要小心。是那个新上任的日本宪兵队的总队长吗？原来是你。你的女儿真是狠心呐，父亲生死未卜，她居然还拒绝交出钥匙。我倒要看看拿钥匙换父亲，她到底答不答应。你可不能这么做，要是公然让我引他出来，这事儿必然会闹得满城风雨，大叔和国民党共产党都会知道这批消化甘油的存在，你会更加的被动。打给阿龙。好啊，那我就继续将这种让你麻醉失血的药慢慢的再输入你的体内，让你神志不清，不能走路，就等着你的宝贝女儿过来救你吧。啊！你去死吧！凡儿，你一定要小心啊。把他看好了。有没有发现什么？他去了顶楼。顶楼什么地方？病房而已。他会不会把胡言藏在病房里啊？看他这个样子不像是来看普通病人的。这样你先回去通知秦老师和一凡，我继续在这守着，今天咱们一定要进去看一看。我看加藤已经走了，咱们要不要先去确认一下？我担心顶楼会有很多守卫，咱们两个贸然行动只怕是有危险。听我的，你先回去叫人。好。报告将军，盛局长到。小泽将军，
政务繁忙，日理万机，百忙之中能接见晚辈，受宠若惊。盛局长，柯师长和严秘书都向我推荐你，说你办事非常牢靠。哦，是吗？哎呀，那是领导抬爱呀，晚辈只是做了该做的，还得努力。不过，盛局长，我知道你过去是个抗日分子。将军，误会，晚辈以前在英租界巡捕房做探长，难免要执行上边的命令，是多次代表英国和贵国发生过一些冲突，那都是小误会。我本人是特别主张中日亲善的。是这样吗？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以现在的局势，我若不与时俱进，那就没有前途了。我说句大不敬的话啊，我们的汪主席以前不也提倡抗日吗？那现在那是中日亲善的表率啊。将军，如果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您只管吩咐，晚辈和我的警局任您调遣。以后有事情我会找你，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情。告辞。这个盛天来非常狡猾，要注意观察他。是。加藤没有再回来，看上去一切正常。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顶楼所有的房间全部亮着灯。我弟很有可能在里面。这样，按照原计划进去看看。好。你们不能从这儿过去。通知我们说楼上有床。你只是一个病人，医院的事情不应该由你来管。我宣令你们不能过去。加藤设的圈套。爹，你这到底是？加藤为了折磨我，每天给我输液。我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药，让我四肢麻醉，昏昏欲睡。一凡，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撤离，我背胡伯伯走。
慢点，快走，放下武器。 先去诊所。听他，在许多年前，我王建林、莫玉明、华中心承包了华商铁矿开发工程，为了开矿，制造出一大批硝化甘油，用作炸山。那之后。 铁矿就停止了开发，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我们就决定把硝化甘油藏了起来，希望以高价输出给军队，来获取暴利。爹，也就是说。 现在日本人要用那些硝化甘油制造军火，在不久前，我们几个人进行了秘密的会谈，大家都认为已经是到了出售硝化甘油的时候了。可是，大家都为了硝化甘油的去向而起了争执啊！这事儿，咱们到底怎么说呀？让我说呀。 价高者得，你真的想卖给日本人？咱们当初筹划这批硝化甘油，不就是为了挣一笔钱吗？既然冒了那么大的风险，当然是谁出价高就给谁嘛，岂有此理！你怎么说话呢？哎呀，你们着什么急呀？咱们这不就是在商量吗？胡爷，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咱们这事儿啊，不单纯是个生意。这批硝化甘油足以武装一支军队，如果把它卖给日本人，无疑是赠到于敌。伤的还是咱们自己中国人呢。打仗了哪能不死人呢？再说了，就国军，天天的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战绩，他还能把最后失利的帽子？ 扣在咱们这点硝化甘油上，这扯得上吗？我不是军人，战场打仗的事儿我不懂。但是我是中国人，这点中国人的骨气和良心我还是有的。要我看，这批东西卖给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随便。但是要卖给日本人，我头一个投反对票。哎，我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吗？ 怎么到了今天，你们个个都假惺惺的，都高尚起来了啊！就我一个浑身铜臭气啊！我告诉你们，我这铜臭气呀，我还臭到底了。非日本人，我不卖。你就是外国贼！你说出来！别！那次政治之后，我们投票决定把他卖给国军，可是，自打那以后就出事了。我才明白。 那个凶手一定是冲着那个硝化甘油去的。一凡，那个四枪头是不是还在你手里？那把钥匙一定要把它保。
管得好，一定要记住，胡老爷，你们当初是不是担心四个人里边有人会变卦，所以在设计那个门的时候，特意就设计了一把必须要四把钥匙插入门孔才能够打开那扇门的门锁？对，你说的不错。你们四个人分别拿有一把钥匙，放在四副思想图当中。对，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它们保管好，切记。爹，那箱子到底藏在哪儿了？一凡，爹，爹，夫妇，你停住啊！我爹晕过去了，快点开车！快点。 海燕，今天的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你想说什么？我们大家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哪一回不是只要你认准的事情，就算有石头牛都拉不回来？你对一凡姐姐那样，对张叔也那样。 对胡伯伯也是那样，但是现在你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不敢相信，这十多年来，我竟然一直活在怨恨当中。我恨胡伯伯，当年为什么不救我爹？我恨他让我从小就失去了父爱。 我爹、张叔、胡伯伯，他们三个一直以来都是最要好的朋友。我爹去世以后，是张叔照顾我，胡伯伯出钱养着我，可是我宁就是不领情，老是跟他对着干。 满腔热血在心中流淌，默默融化世界的荒凉。愿这片大地能幸福安详，绽放和平的芬芳。满腔热血润红了眼眶，看尽天下通。